家好，就说一下我在学习的时候。我在学习的时候吧，就是我觉得很安全的时候，很安心的时候，很治愈的时候，带给我很多的快乐，所以学习对我来说是非常放松，非常享受的事情。我完全不觉得学习是苦，我认为学习简直就是就像我的救命稻草一样，给我无限大的勇气和快乐和存在感。所以学习呢，就是一种享受、放松、所以学习是很快乐的。我在学习的时候也很快乐，我可以一边翻书，一边就是开心的，是笑的，是乐的。加油！